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。毛巾用久了，有时会出现变硬、发臭、发粘的情况。今天哥教你几招，立马换新。一、醋泡法，按一杯白醋，四杯水的比例兑一盆水，把毛巾完全泡在盆里，放个半小时，再拿出来冲洗三四次，把醋味洗没了就行。二、盐水洗，准备一盆水，一大勺盐，兑成盐水。把毛巾完全浸湿后，用力搓洗15分钟，最后再用干净的热水把盐水洗掉。三、锅煮法，烧锅开水，往里面放两小勺小苏打，把毛巾扔锅里面煮15分钟，别伸手，找筷子之类的把毛巾撩出来，用冷水冲一会儿再洗干净。记住，没事别老拿肥皂洗毛巾，也别把毛巾放在大太阳底下曝晒，这样只会让毛巾坏得更快。要是你有钱，最好3个月换一次毛巾。如果你只有一条毛巾，请一定好好爱护它，因为你还要拿它擦脸、擦脚、擦屁股呢。